浪子走中国，用脚步丈量中国。我现在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府延吉市，现在我来到了延吉大学。延吉大学已经成为了网红打卡地啊，看一下，好多美女在打卡拍照啊。对面就是著名的网红大厦，所有的招牌都是中文、朝鲜族文字两种文字的。这栋大楼全都是美食酒店呢。环视一周啊，很多美女来这里打卡拍照啊。这个街道配合着这些招牌，很有美感。延边大学是延吉市最好的大学，很多拍照的不一定是大学生啊，很多都是外地过来旅游的。现在大学已经放暑假了，很多大学生都回去了。这些打卡拍照的小姐姐都是外地的游客，并不是延边大学的大学生。延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，也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。这所大学还是挺有名的。小姐姐很漂亮。延边大学的本科第一批录取的最低分只要488分呢，并不是很高啊。这边都是小姐姐在打卡。延边大学最好的专业是麻醉学、口腔医学、法学、临床医学。感觉延边大学就成为了一个热门的打卡地。现在好大学大多数都喜欢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，或者是一些省会城市。延吉是一座小城市，所以延边大学录取分并不高，报好的人也不是很多，但这所大学还是相当有名的。延边大学的校门口已经成为非常受欢迎的热门打卡地了，即使是清华北大的校门口也没有这么火。还有很多穿朝鲜族服饰来这里拍照的。延边大学在外省的名气并不大，但它的综合实力甚至比深圳大学实力还要强。毕竟延边大学是国家211建设工程大学，深圳大学并不是国家211建设工程大学。这里就是延边大学。这个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
不见不散。